还要学电脑，要我教他却还啰嗦，电脑说不好，干嘛要用email？打电话就好像从不知识，但心外烦恼，提起童年需要礼包，客厅中看电视就好。客厅中看电视就好，那日子就是那么简单，那距离从来不远，现在不由你忘。 Thank you.